大家好啊，我们的小鸡啊都孵出来好长时间了啊，还没有晒过太阳，还没有把它们放出来过啊。今天太阳特别大，然后把小鸡弄到下面去晒一下太阳啊。赵姐姐，走。还没有出来过，还没有出去过啊，他们。妈妈有鼻子。好热乎喽！今天外头都很热乎。今天是白天都让他们在外面哈。嗯。晒太阳。就那个嘴巴啷个来那个？他嘴巴咋不晓得呀？掉了。不，他吃的东西摸弄他的。你莫来，妍妍。他在外头去看乖乖。要一会儿出去看哈。他是长好大的哈。嗯。他都会把那灯关上的。不要怕，坐里面出去晒太阳啊。转不到那墙。走，先搞下去了来。好的。可能有十几个坐的。妍妍，慢慢坐。慢慢坐，乖乖。嗯。我们看小鸡哥哥。直接倒起他们吃的哈。哎，现在在那头晒太阳，他们也采点猪草来给他粘，要得不？猪草怕他不吃。他也比较喜欢吃还不吃？他怕。妈妈，要进去看。不进去看？他们第一次出来有点怕。哎呦！爸爸，我要把水拿出来，哈哈。你要看鸡窝呀？你看，来站在那轮胎上看嘛。嗯。在哪家？哎、啊、哎，对头，你看，让他出来晒太阳，今天好暖和呀。他不饿的，他怕。你莫害到他们了，你出来，你害到他们嘞。妈妈，我是。全部煮出来了哈。嗯。不能摸哟，妍妍。他拽哟，大爷。他们有点怕，没出来过。我要骑。啊，对。我要骑骑。弄点在地上哈。对啊，又没事啊，到处上去，他们才吃得到。那边也上点嘛。多可爱。多可爱，多可爱，还是不觉得吃的。你那个不够快。鱼还有哪个？鱼不行不行。应该得行吧？得行啦。都能给盖到哈。嗯。我们要走开，要不然那些鸡它胆子小，怕。嗯，哎，算了，不该，万一它让娃累丑饿起了哈。要得，都打到嘞。嗯，好，跟它过来哈。嗯。啊，我不看了。